酒水很深，深不见底。有人说白酒突围，要么做唯一，要么做第一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有人卖水质，天赐地送；有人卖工艺，12987；有人卖气候，自然天成；有人卖香气，5年一杯酒；还有人卖储存，时间的玫瑰，岁月的沉淀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何其难啊！今天我想从品牌性格的角度来聊一聊，我们怎么来打造一个品牌的性格的。我们卖的不是一瓶酒，我们在卖是谁喝的文化，我们在卖一种生活态度，我们在卖时代的解药。品牌就像一个人，有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有性格，有内涵，有修养。那家酒何为那家？不是张扬，行事低调，话而不宣，不显山露水，自己却是高山流水。不争名利，不问闲事，埋首实事。闲暇之余，行走天下，一鸣山静水间，洗胸涤怀。但凡一出手，礼佛问道，梵音听茶，把盏敬天，每每便能把一杯酒给看透。有高度，有涵养，有智慧。懂得重建无锋，搭桥不攻；懂得藏锋隐志，此为大家。世界上只有极少数才能够把一杯酒喝透。你看透了，你是大家；你没看透，你也是大家。大家酒，大饮一世。想了解更多品牌性格的内容，你可以留言给我。关于品牌性格，老赵只想说一句话：品牌没有信仰，谈什么活着？